家人们早上，早上好哈，早上特别来推荐一款这个新疆和田和田籽料哦的一款这个脆青料哈，带脆青的一个料子哈，这个工艺是一个苏州工哈，苏州的一个工艺啦哈。雕的是一个弥勒卧佛哈，弥勒卧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料子哈，相当的油润哈，相当的油润。然后这个雕工是特别好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弥勒佛的这个神态哈，还有这个细节的这个处理哈，都处理的非常棒，非常到位哈。整个料子非常的一个油润，油润十足的一个料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带脆青，不过这个脆青就是淡淡的脆青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脆青的这个颜色了，这个挂件，这个是一个挂件，但是非常饱满哈，家人们可以看到，非常饱满的一个吊坠啦哦，吊坠一个挂件哈。那我们拿出来哈，在国际劳动节的这个节日哈，我们来回馈给家人们哈，来回馈给家人们。那我们采取非常低价起标哦的一个价格哦，来分享给家人们哦，家人们有喜欢的可以来这个长征阁的这个卖场上哈，来去这个竞标哈，竞标。那先为家人们介绍到这里哈，有喜欢的家人们就直接到长征阁的这个卖场上哈去进行这个竞标了哈，去进行这个竞标。非常感谢家人们的支持与爱护了哈，谢谢家人们。